哎，出租车来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林总，车到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嗯。哎，你把我也送回去吧。那我送他。嗯。好，拜拜。哎，粉红。啊，你去把韩总监送回去。陈总监。我跟韩总住的是天南海北不顺道，我跟悠悠住的比较近，还是我送悠悠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嗯，那程总再见。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走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慢点啊。哎。拜拜。你家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家，我就在那儿。你别开玩笑行不行啊？啊，那是酒店好不好？那就是我家，回家吧啊。喂，嗯，哎呀，舒航，舒航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？到了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喂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你放开我。当心啊！哎，我家窗怎么这么小啊？你可真够重的，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家了，有事打我电话。朱航，你以为林总和任天也就这么巧能找到你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找到我。我跟他们说，只要我和程大总监合在一起才是最默契的。他们找你做这个项目的总策划，我全力配合，否则一切免谈。怎么样，你感动吧？我知道，英雄都跟我说了。哎，当心当心当心。好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你，明天早上我再回家。因为已经在这个城市，他没有办法给你送回家，他没有办法给你名，给你利，给你钱。可是老人家他的。舒航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昨天几点回来的？哎，谁请你回来了？舅舅，我昨天晚上回来的。你昨天晚上回来特别晚吧？对啊，老板娘住院了，我负责管账，所以就回来很晚。老板娘住院了？她出什么事了？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摔了一跤，过两天就能出院了。舒航在里边吧？舒航，没有啊，我一早就没看到他。哎，准备吃饭了，饭马上好了啊。是早走了还是没回来啊？
喂，舒航，在哪儿呢？我在路上呢，正准备去公司。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和我联系啊？你不说每天至少联系一次吗？我最近太累了，昨天好不容易没有加班，睡得特别早。你撒谎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在家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来。跟谁在一起？